对不起，我这耳朵是有毛病。来吧，聊聊《水浒传》吧，聊聊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。人都说你们这个戏特别好看啊，据说跟演西门庆的演员私下里关系非常好，可是戏里边有大量的吻戏。是说我吗？还是？ 跟西门庆有吻戏，能是他？跟他跟西门庆关系好，关系好那是两回事啊。有吧？有。不止吧？什么叫不止？这个，假没想到哈。你这戏还用人吗？这个他们说拍吻戏的时候经常笑场是吗？是。为什么会笑呢？ 太兴奋了，可怕的人。没有，跟杜淳太熟了。扮演西门庆的是杜淳。对对对，跟杜淳太熟了。不好意思。没有，最重要的是，刚开始我因为跟杜淳私底下很熟嘛，当时特别放不开。像娘子这种绝色佳人，哪里去学？我会好好陪着娘子的。 官人，你真想勾搭奴家？只求娘子答应我一回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因为第一场戏嘛，就直接上来就气得咔嚓的，就特别觉得进入不了状态。